大家好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的天的学校生活。早上8点半起床，洗了澡以后就喝一杯咖啡。我会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用电脑上网。我是工商专业，也是亚洲研究专业。除了工商科以外，我还得学中文。9点半我会到学校去上公课。11点是我的第二节课，历史课。但是觉得历史课没有意思。第三节课是中文，老师教我们生词和语法。中文是很难，可是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。下午1点，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到餐厅去吃午饭。2点，要是我有空，会去老师的办公室问问题。3点，我在图书馆学中文，做功课，听录音。我去图书馆时候的其他学生正在看书。5点半我回家，因为我会弹吉他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教我的朋友怎么弹。弹了吉他以后就吃晚饭，因为我喜欢吃日本菜，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在米苏尔吃晚饭。晚上8点我回家做功课，晚上12点半才睡觉。这个学期我很忙，也很累。